感觉好浪漫呀，这里的空气凉凉的，天很蓝，云朵也好漂亮。希儿，看这边，要开始录像了。嗯，我准备好了。嗨，早上好。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呀？没错，当你看到这段视频时，我们已经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和极速列车，到达迷宫景区了。现在，牙医和 Kiana 去买饮料，我和希尔还有学院长在这里拍摄一些风景。哎，学院长呢？明明刚才还在我们身后来着。哎，这里为什么全都是上坡路啊？什么奇迹般的螺旋，层层向下的冒险体验，这明明就是在爬山。好想休息，走了这么久，连迷宫的影子都还没见到，这景区究竟有多大啊？全都录下来了。什么？学院长刚才的样子，布罗尼亚全都录下来了。喂，删掉，快删掉！希尔，快跑，学院长要生气了。大姨妈怎么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啊？才没有。哦，是姬子老师发来的短消息。抱歉，昨晚在酒吧遇见了一见如故的酒友，喝的稍微有点多。你们先逛，我休息好了就会过去。玩得开心，姬子。哎，姬子老师这是不来了吗？好了，难得来到异国他乡，就让姬子老师好好放松一下吧。哎，真是的，每次旅游都是这样，总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。这才是旅行的美妙之处嘛，多有趣啊。而且正因为无法确定和不可预知，旅途中才会充满惊喜啊。天哪，不知不觉间你已经能说出这么成熟的话了。惊喜是指 Kiana 抽中了景区包场唱完的门票，还是说可以不用继续写寒假作业了？嗯， Kiana， 你之前不是说你的寒假作业已经没问题了吗？ 我回去后一定会好好写的，这种时候就不要提了嘛。我们快走吧，也许前面还有更多好玩的呢。圣弗雷亚观光团出发。天哪，不要一个人跑那么快啊，作业的事你还没跟我说清楚呢。明明是大姨妈你太慢了。嗯，奇怪，总感觉刚才拍的视频有些杂音。像是某种机械发出的声音。喂 ，Bronia， 别对着手机发呆了，快过来啊！我已经找到迷宫入口了。嗯，来了。你那边结束了吗？不，还没有。坦白说，我没想到会是这种情况。无法预料的事情有很多，例如天气，例如加班，例如置身于荒野的此刻。好啦，笑一笑嘛，现在可是录像模式哦。你们看梅比乌斯教授一个人安安静静坐在那边专注地调配水泥呢。我们也来试试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吧，也许这样就不会觉得冷了。来，想象一个壁炉，火烧得很旺很旺，你们捧着茶杯坐在旁边，身上的毯子厚重而温暖。现在向远处眺望，啊，耳朵要被震聋了。
再来再来，这点重量也不过如此。安全在于心细，事故出自大意。工地就是战场，防护才能全胜。怎么样，你们感受到了什么？施工现场冷。还有呢？似乎越来越冷了。哎呀，好奇怪呀，阿布尼亚教给我的心理暗示法似乎没什么用呢。还是多喝些热水吧。各单位注意，我们的游客已经进入景区。再重复一遍，游客已经进入景区，抓紧时间，立刻开始施工。喂，那边的三个人不要偷懒了。别看了，说的就是你们。凯文负责土方施工的部分，艾莉西亚负责降排水施工与维护。至于苏玛，让我想想，拿手术刀的手一定很稳吧？砌墙抹灰的部分就交给你了。我会努力。小罐头小帕朵，施工图纸都搬过来了吗？放心，都在这儿了。滚开，别在这晃来晃去的，再挡路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千杰，手下留情，这东西可贵了。这又是什么破烂？哎呀，抱歉抱歉，差点忘了，当初施工时为了保障工地安全，投放了很多巡逻守卫和安保系统呢。这空无一物的施工现场，真的有必要设置安保装置吗？你对我的作品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。没想到都过了这么久，他们还在运行。这也恰好说明维尔威制造的产品经久耐用嘛。我们把它关停，就可以继续施工了。好困啊！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啊？按照现有的人手来看，就算不吃不喝连续干半年，也不太可能将景区建造完成。这你们尽管放心，有我最新型号的半自动施工机械工程队辅助，我们半个月就可以完成全部园区的施工。凯文，你是不是用掉了今年的所有年假？如果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宁愿回去加班。你的同事说不定还以为你现在正在舒舒服服的度假呢。究竟是哪一步出了偏差，导致了现在这个结果？呀，那恐怕就要问问神奇的维尔威了。抽奖小助手温馨提示，一等奖获得者将于明日抵达螺旋迷宫景区，请为接下来大冒险做好准备。抽奖迷宫大冒险，那是什么玩意儿？没听说过，发错人了吧？螺旋迷宫，威尔威姐，这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。我可太熟悉这些套路了，要警惕哦，小帕朵。现在的诈骗广告可狡猾了，稍微不注意就会上当。不是不是，我好像很久之前在一个旅游网站上看到过，上面还有你的照片呢。你看，照片上的这个背景
果然有点熟悉啊，难道…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应该是我负责建造的那个景区工程吧。游览路线错综复杂，如迷宫一般，同时还与梅比乌斯教授实验室合作，引进了一批量产型机器人克莱因，丰富游客探索乐趣。如果有幸运游客突破迷宫，层层向下，来到最中心的底层，就会发现重型机械守卫正看护着巨量的宝藏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？听上去确实有种立刻想要寻宝的冲动。不过景区设计成这样，真的有老板满意吗？满意啊，甲方可满意了，看到设计稿之后连连点头，高兴的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只可惜后来投资方突然撤资，开发商建了一半也跑路了，还把合同给了我，用整座建筑抵了设计费用。哎，合同怎么找不到了？还想着给你们看看呢。可是为什么不继续把景区建完呢？你是知道的，我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嘛。不过最主要的是，当时觉得以后不会再对外开放了，反正那么大一个地方闲着也是浪费。当时我就在那个旅游网站上写了个抽奖程序，哦，还转到了黄金庭院群里呢。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该收拾行李出发了。哎，去哪里啊？当然是景区啊，系统刚刚提示我有人抽中了一等奖，是你们谁抽的？是时候开启新的舞台了。似乎是有那么一点点印象，但好像当时没人抽中呀。该不会又是某种神秘的邀请，古怪的课题，连信号都没有的海岛？不去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能一点都不记得了呢？明明系统都提示我有人抽到了奖。我翻了翻我最近的抽奖记录，助力免费获得实习找工作秘籍，第十个是大红包，邀请艾丽叫你喝下午茶了，只有这些，没有迷宫啊。还是我来查查系统后台记录吧。看，特等奖迷宫使用权10年，一等奖沉浸式迷宫大冒险，获奖人是提亚娜卡斯兰娜。这是谁啊？好像并不是黄金庭院的住客。薇薇姐，你该不会是发错群了吧？这不可能啊，这个网址我只发到了黄金庭院群里面。难道说这个叫 Kiana 的人不仅误打误撞发现了这个网站，还恰好抽中了一等奖？哇，这得是多厉害的运气啊，没准能跟小帕朵一较高下呢。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临时取消了，那些游客现在很可能已经在去的路上了。哎呀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游客们发现景区只建造了一半，一定会很失望吧。是啊是啊，这种事要是传出去可有失我的颜面呢。所以啊，我可爱的朋友们，一起来搭建这个未完成的舞台吧。沉浸式的施工体验，前所未有的迷宫探索，资金嘛，我来想办法，怎么样？顺便一提，虽说是尚未完成的景区，但绝对是个好地方。施工手册上说，那里气候温暖，阳光明媚，四季如夏。咱们这一趟就当作是度假啦。阳光明媚，四季如夏。我真是信了你的邪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，威尔威？我只是重复了一遍景区招揽游客的说辞而已，谁会想到你们真的只带夏装过来啊。可是威尔威，你不也只带了夏装吗？那个，大家继续干活吧。啊，对，活动起来就不觉得冷了。来来来，拿起你们的小铲子小电钻都动起来，不要停下。
为什么这山洞越走越看不到头啊？是溶洞，果然和景区宣传图上的一模一样。看来我们已经来到迷宫的第二层了。姐姐，这里有好多蘑菇，五颜六色的呢。野生的蘑菇很多具有毒性，希尔要小心。布罗尼亚说的没错，而且我可是在户外生存课上教过大家辨别毒蘑菇的。不如现在就来测验一下教学成果。提安娜，就你来回答吧。提安娜，哎，提安娜呢？答案就是都可以吃。呀呀呀，你快看，这下真的是心满意足大丰收了。提安娜，你怀里的那些蘑菇都不能吃，快放下。怎么会呢？你看它们长得多可爱啊，肯定都是安全的。这个粉粉的应该是草莓味，这个蓝色的一定是薄荷味，还有这个黄黄的没准是炸鸡味。你确定吗？当然啦，这些辨别蘑菇的技巧都是大姨妈教我的呀。提安娜，我就是这么教你的。笨蛋提安娜又上课睡觉了。啊，难道不是吗？好吧，我当然知道这些是毒蘑菇了。其实我就是想考验一下你们嘛。再说了，我把毒蘑菇全都采完，剩下的不就是没有毒的了吗？希尔他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采蘑菇了。哦，那谢谢提安娜。嘿嘿，不客气，等会儿我们一起煮蘑菇汤喝吧，大家一起野炊肯定很有趣。不管怎么说，对野生的蘑菇不仔细甄别随意食用都是件危险的事情。那正好啊，我们边采蘑菇边辨别，然后做蘑菇汤品尝教学成果，就让大姨妈来一场课外教学吧。哎，好吧，那我就再给提安娜补补课。啊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这片区域确实有可以露营的指示牌，可食用的蘑菇似乎大多分布在溶洞东侧和西侧的道路上。好，那我们就分成两组，布罗尼亚和希尔去东侧，牙医提安娜还有我去西侧。好耶，机会难得，我们要不要比一比谁踩得更多？薛园长，牙医，拜托看好提安娜，布罗尼亚不想食物中毒。
Thank you.
饭。
各位同僚，各位老友，今天我们之所以聚在这里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，而此刻机会就在诸位的面前。那些往日仅存于心底的演员梦，将在今天变成现实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将突破旧身份的束缚，成为景区的一日演职人员。请各位务必拿出最好的状态，为我们的游客带来最佳的游玩体验。接下来，我将为大家安排各自的剧本。那个神秘的工作人员说的出口应该就是这里吧？可是门被锁住了，请问有人吗？哎，墙上的这个应该是撬棍吧？嗯，根据 Bronya 的游戏经验，将用得上的道具放在机关附近，是一种指引玩家使用的方式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放心吧，牙医，只要有撬棍，可以打开所有上锁的门。你们两个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奇怪的知识啊？嗯，比预计的时间还要早，看来我们的游客已经迫不及待了呢。一定小姐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大家不要着急，先从那边的通道直接去珊瑚景区待命。可是我们还没有剧本。是的，很抱歉已经没有时间拆箱分发剧本了，但是我相信大家的实力，而且本次活动还设立了最佳反派奖金，奖池金额会随着大家的表现而上涨，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就让这里成为你们今日的舞台吧，这一杯酒敬梦想，敬未来，敬最佳反派。啊，那么敬最佳反派，敬最佳反派。再用力一点，还差一点就可以打开了。布隆尼亚已经很用力了。我也来试试吧。门终于打开了，新的工作人员出现了。那个，我们不是故意抢门的，抱歉。乔娜，快道歉。对不起，我还以为这是迷宫的机关。布罗尼亚会按照价格赔偿的，抱歉。不必感到愧疚，我的游客朋友们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就如同你们所想的那样。这扇门就是迷宫中常见的考验，突破思维限制，自由自在探索，这正是我们景区的经营理念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不用赔损坏景区设施的钱，对吗？Bronya的零花钱保住了。当然，另外，我要恭喜你们通过了迷宫的第三层。我们可以摆脱凡人的脚步声，去下一个区域了。哦，脚步声。是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直有什么东西跟在我们后面，无论走哪条路都能听到。那个声音咕噜咕噜的，有点像轮子。对，应该是轮子在地上摩擦发出来的。幸好我们跑得快，还遇到了蝴蝶精灵，才成功甩掉。蝴蝶精灵很温柔，不仅给我们指路，还聆听了我们的愿望。就是走路无声无息的，有时候突然出现会被吓一跳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么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景区也能尽情享受探索的乐趣。我们会的。走啦，大姨妈，从刚才开始你就在这一动不动的，想什么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可是明明一模一样。这位游客还有什么疑问吗？那个，冒昧问一下，你就是那个超级厉害的影后伊甸小姐对吧？真的是那位伊甸小姐吗？
啊，抱歉，我们太失礼了。啊哈哈，我只是景区的工作人员而已。不过，一直有很多人都说我和那位伊甸小姐长得很像呢。哎，原来不是吗？好可惜。不过倒是忽然感觉松了口气呢。如果真的面对那位伊甸小姐，我一定紧张到说不出话。那真是我的荣幸。那么祝各位游玩愉快。蝴蝶精灵小姐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和伊甸长得很相似的工作人员。啊，被你听到了呢。毕竟，如果直接承认的话，会让他们很有压力吧。我更希望他们能尽兴游玩，而不是被我的身份扰了兴致。你说，如果我们回到学生时代，应该也会像他们这样结伴出游吧？或许我们现在也可以，不是吗？见到你真开心，刚上完夜班就赶过来，很辛苦吧？这都是值得的，而且你不也来了吗？是啊，毕竟那是艾丽的请求嘛。没想到维尔威的这个地方这么难找，来的时候我险些迷路呢。的确如此，这里比我想象的大很多，光凭维尔威他们几个恐怕无法应对那些游客。不必担心，接下来的区域我已经安排了新招募的演职人员，所以可以陪我喝一杯吗，我的朋友？当然，我很愿意。或许这可以称为忙碌工作中片刻的闲暇时光。那么为闲暇时光干杯。好，干杯。蚊子的声音好危险，我们差一点就被发现了。看来接下来要把行李箱提着走了。会很重吗？不重，我没有带寒假作业。伊甸和阿波尼亚喝醉了，我们现在安全了。那我们也走吧，前面好像很有趣，或许能给下一画的漫画分镜提供灵感。好。哦，你不走吗？这个动作是你刚想出来的召唤姿势吗？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果然很特别。哦，有灵感了。不要再画了。不可以吗？算了，我只是在这里蹲太久，腿麻了。
奥斯摩，月亮们在大海里巡游。嗯，那是海月水母，它们没有颜色，只会映射周围的光。没有颜色，是因为它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颜色吗？就像大人们一样。像大人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月稿的大人总是在改变需求，最后还是会回到最初的那一版。大人们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？原来这就是他一直脱稿的原因。这时候我该说什么安慰他？我不知道，虽然我确实不知道，但这么说会不会显得不真诚？是的，因为人类降生之后就被困在意义之网中作茧自缚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未来当然也是。不，这是梅比乌斯教授上次喝醉之后躺在走廊地板上说的。科斯摩，我可以这样跟阿波尼亚妈妈解释我为什么会脱稿吗？原来是为了解释脱稿，是一个月前的那个稿子吗？不是的，是艾莉西亚妹妹带我们拍视频前的。但是阿波尼亚妈妈告诉我，小孩子要守时。为什么阿波尼亚会提起守时？是在暗示我上次就会迟到吗？我只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因为太期待而提前到场，这样显得我太不成熟了。其实我一直蹲在门廊后等大家到场的，要跟他解释吗？这样会不会有点刻意？科斯摩，你的寒假作业是不是也快写不完了？所以你也在这里躲着阿波尼亚妈妈？原来是因为这个，可阿波尼亚怎么会知道我的寒假作业快要来不及了？是不是我这两天看漫画时太焦躁，在他面前表现得太明显了？寒假作业还有时间。科斯摩，如果阿波尼亚妈妈问起来，我们怎么说呢？或许可以说是罐头吃掉了寒假作业。上一次我跟阿波尼亚妈妈说是罐头合并了我的涂层，所以我才会脱稿的。这样的借口阿波尼亚妈妈是不会相信的。那梅比乌斯教授想要研究一下我的数学题，但是不小心搞丢了。有克莱因在，梅比乌斯阿姨从不弄丢东西。或许是阿波尼亚让他们忘记了自己提过截稿日期，留过寒假作业，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？嘿，是阿波尼亚妈妈。她来了多久了？听到了多少？阿波尼亚会不会认为我是个喜欢找借口的人？是我一路上掩藏踪迹做得还不够好吗？即使总上夜班，困到只能睁开一半的眼睛，但对事物的观察也能做到如此敏锐，不愧是阿波尼亚。我该说些什么解释一下？说我不是只会逃避的人，我怎样才能自然地引出这句话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你们而来，科斯摩，格雷修，小孩子不能撒谎。那大人可以撒谎吗？大人们也不可以，虽然他们会有或可怜或可悲的理由，但是答应了别人的事要说到做到，就像画稿和寒假作业，不是吗？我们会按时完成的。请不要担心，我知道这其中附带的无奈与疲倦。放轻松，我会同你们一起面对。太好了，阿波尼亚妈妈会帮助我和科斯摩一起完成。快说谢谢阿波尼亚妈妈。谢谢。
能？我原本的施工路线图上明明显示这里可以打通的，怎么会……还真是被水泥封死的，这不应该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一开始给他们的迷宫地图册应该也是错误的吧？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能继续探索到现在？谁知道呢？也许我们的游客有自己的办法吧。我也想到办法了，看来我们只有强行把水泥打穿了。你确定要用这么小的电钻打穿水泥通道？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用我手里这只大铁锤，虽然我还是觉得电钻更快一些。这活我干不了，你找别人吧。哎呀，别急嘛，不如我们再商量一下嘛。威尔威也是可以让步的，对吧？没错，你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提，咱们好商量。好，有趣，成交。让我想想，不如这样，接下来两个月，黄金庭院的上下事务，从家务安保到庭院修剪，都交给维尔威来做，怎么样？听起来很合理呢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维尔威，我会给你准备好可爱的围裙啊。等等等等，你们确定真的要吃我做的菜吗？少废话，开始施工吧。呀，倩姐突然变得很有干劲了呢。威尔威，你也要加油啊。好好好。情况有变，威尔威，我们需要你尽快到这边来一趟。你说什么？是想知道怎么关停看守安全门的重型机甲守卫是吧？啊，这个简单，它的弱点在背部，只要找根棍子用力敲一下就好了。和守卫无关，是一些产权纠纷问题。喂喂姐，快解释一下呀！再不解释，我们就成非法入侵者了。你说什么？一会儿再聊吧，我这边还在施工探厂了，先挂了啊。还是我来说明吧。喂喂，听得到吗？你就是那个双色蓬蓬头吧？你是谁啊？还有，不要随便给别人起外号好吧？看来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。我嘛，当然是这座迷宫的主人啊。这什么鬼地方？实不相瞒，我也有相同的疑惑。距离迷宫的中心区域越近，温度也越来越高。纵使是热衷于蒸桑拿的千师傅，也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呢。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我好像听到了小猫的声音。杰哥，这边这边，我们在这里。怎么回事？你们为什么都在铁笼子里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我们走着走着遇到了一个怎么都关闭不了的大号巡查守卫，凯文老大翻了很久的机械操作指南，却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型号。凯文试图强行关闭它，可惜无济于事。再后来，那个巡查守卫就把我们抓过来了。我们到这儿才发现，这里不止我们，还有游客们。我们的游客在看什么呢？哦，这个其实是凯文老大为了安慰游客，跟他们说一会儿这里会有大型魔术秀。魔术秀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们都等了这么久了。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如果有演出的话，这些工作人员为什么也被关在了笼子里？大胆一点，或许其实根本没有演出。呀，看样子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了，果然还是不擅长说谎呢，凯文。终于来了，非法入侵者。就是你这家伙对吧？先把他们都放了。
放人当然可以，不过嘛，也是时候好好聊聊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了。双色蓬蓬头，你问我，我还想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些毫无美感的笨重机械都是从哪里来的？这地方简直可以称作为金属垃圾场。金属垃圾场，还真是精准的形容。我认同这位非法入侵者的观点。喂，我说鸡窝头，你究竟是站在哪边的？当然是站在你这边的，特斯拉博士。另外，请叫我爱因斯坦博士。哇，气氛变得火热起来了呢。不管你们是谁，都没有资格擅自改造我的景区。非法入侵的人明明是你们吧？你的景区？那你拿出合同来证明所属权啊。就是，维尔维姐，给他们看看你的合同。这个维尔维姐，哼哼，合同当然是拿不出来的吧，因为这座景区的开发合同现在根本不在你手里哦。哼，别想用伪造文件这种小把戏骗过我哦，我是不会认错自己的笔迹的，就让我来好好拆穿你们的谎言。哎，合同最后的签名确实是我的笔迹，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特等奖，迷宫使用权10年，你该不会连这个都忘了吧？看来这位双色蓬蓬头小姐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们的约定。特等奖？约定？等等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我们偶然间在旅游网站上看到您发布的抽奖信息，并表达了对景区的兴趣。线下见面后，我们一拍即合，才聊了几句，您就决定以1元硬币的价格把迷宫的所属权转让给我们。还有这回事？那时您看起来睡眠不太充足，比起今天要消沉得多。您把合同转给我们之后，表情都轻松了不少，还念念叨叨地说了很多话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还有录像为证，你可别想耍赖哦。太好了，再也不用看到这个糟心工程了。每天一醒来，就发现自己站在迷宫里的感觉，真是糟透了。正好有2个送上门的冤大头，赶紧转让了算了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这个，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唉，所以，非法入侵者竟然是我们。双色蓬蓬头果然很豪爽，这样就好办多了。考虑到还有游客在场，我这里就让大家免费参观，只要别耽误我工作就行，就当是交个朋友了。怎么样，我很善良吧？谁要和你交朋友啊？外面那些完全不受控制的巡查守卫都是你们激活的吧？还有，这地方怎么被改造成这个样子了？当然是为了建造最伟大的特斯拉机械工厂啊，将老旧型号的机械零件翻新改造，组成新的机甲，再加上客户喜欢的功能大卖特卖，怎么样，听起来很心动吧？就是合成大垃圾嘛。我说你这个双色蓬蓬头怎么回事？你对我的发明制造有意见吗？要知道，特斯拉科技天下第一，没有人比我更懂机械。既然被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呀，看来是时候需要比试一。那个，很抱歉打扰两位谈话，从刚才我就有些在意，这里一直隐隐约约传来的轰鸣声是……你说那个，是我们正在改装的重型机甲守卫。改装？你们竟然敢把我设计的跨时代的绝妙之作，史无前例重型机甲守卫改装了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那个机甲设计了很多哗众取宠的功能，甚至还有散热口吹气球，从炮筒里变出一大束鲜花这种毫不实用的玩意儿，改造一下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可都是惊喜，惊喜！机械设计一旦没了惊喜，
就毫无意义。博士，博士，那个能源增幅射线真的有用，它动起来了。但是好像太有用了，重型机甲守卫完全不受控制。都怪莉莉亚倒多了电解剂。笨蛋罗萨利亚，还不是因为你手滑倒多了蒸馏水，我只好放入和水等比的溶剂。总之，他就要追过来了。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？不是说去参加我爱小发明科学冬令营了吗？是呀，不就是学院长帮我们报名的吗？等等，难道说这里就是？正如您所料，德丽莎女士，这里正是我爱小发明科学冬令营。我和特斯拉博士都是专业的研发人员，我们会为您的学生提供充足的实验机会，培养动手能力，同时也会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。哪里保障了呀？你看看那个大家伙，普通冬令营会让小孩子去做这么危险的实验吗？退款，我要退款。啊？我以为你已经看过报名须知的内容了。看，就在这一页的末尾有一行小字，已经报名概不退款。而且每一笔报名费都将用于我们的实验中，现在来看已经所剩无几了。那么小的字谁会注意到啊？啊，不，重点是现在已经毫无安全性可言了。哎呀，好一场精彩绝伦的唇枪舌战。不过我劝二位先停一停，毕竟有个大家伙就要登上舞台了。什么？帕多，还记得我们来时的那条路吧？带着大家先离开这儿。我说凯文，你该不会准备一个人对付那个大家伙吧？这可不行啊。或许我们可以帮忙吸引他的注意力，留给你充分的时间翻阅操作指南。事到如今，多半也不用再翻阅操作指南了。再不济消耗一下他的能源也可以啊。就是多个人多一分胜算嘛。没错，我早就想把他砸扁了。好，那就拜托各位了。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从程序上终止他的行动。不愧是鸡窝头，英雄所见略同。我来尝试恢复那个程序，你负责准备一些电解溶剂。牙医，你带着大家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吧。那你呢？这一路我已经打败了那么多巡查守卫，就算是这个大好几倍的家伙，应该也没那么难搞定吧。那注意安全，皮安娜。放心吧，我可是很强的。嗯，我相信你。我们也可以帮忙。算了，笨蛋罗萨利亚，我们还是跟着牙医姐姐老老实实撤离吧，毕竟不能再添乱了。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想出什么解决办法了吗？我记得当初设计守卫的时候留了一个后门，是什么来着？哦，想起来了，看到那个状态灯了吗？它会暴露守卫即将采取的行动。这个系列的机型特点是爆发力强，但受到重击就会间歇性暂停运作。不过我也不知道那边的那个红头发龙虾博士有没有改掉这个机制，所以看来只有先试一试了。来，拿着这个。棒球棍。哇，好像游戏里的特殊道具一样，还真有点热血沸腾呢。总不能赤手空拳地对付那个大家伙吧？不用担心，我会与你配合，对他同时发起重击。准备好了吗？当然。好，听我口令，三、二、一。漂亮的一击。嘿嘿，
你的身手也不错哦，大叔。大叔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想不到大叔你战斗起来还挺热血的嘛。我还以为成年后大家都会变成无聊的大人呢。那在你看来，无聊的大人是什么样子？整天待在办公室里，对着电脑，说话冷冰冰，像个机器一样不停地工作，除了加班就是加班，想想都可怕。我才不要变成那样无聊的大人呢。哎，对了，大叔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要不要一起打棒球？好，不过还是先解决眼下的问题吧。我的后背就交给你了，同样的，我也会守护好你的背后，集中注意力，他要发动攻击了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就结束了吗？还好无人伤亡，能源被切断了，以目前状态来看，他应该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。哇，这家伙可真大呀。失去能源不过是一堆废铁而已。游客成功通关了迷宫景区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欢迎下次再来。等一下，真的没有隐藏关卡之类的吗？根据 Bronya 的经验，大多数迷宫都会有隐藏关卡。那我们要不要再回去看看？也许是错过了。好啊，其实我也没玩够呢，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去探索，搞不好还遗漏了宝箱什么的。喂喂，各位可爱的游客，请留步。当然没有隐藏关卡啦。坦白说，这个庆祝拉炮都是从红头发龙虾博士那里拿的。你这家伙，快把它还给我！这可是我爱小发明科学冬令营的奖品。看来我们的游览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每次旅行都不太顺利呢。怎么会呢？击败了迷宫深处的守卫，结识了新的伙伴，这应该称得上是个圆满的旅途吧。还满意吗，圣弗雷亚学园的游客们？在离开景区之前，大家一起拍一张照片怎么样？好呀。那我们站在重型机甲守卫前面好了，就像游戏通关结束前的合影留念一样。工作人员们也可以一起来合影吗？当然可以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看这边。等等，重型机甲守卫的手臂刚刚似乎动了一下。不会吧。啊，小心。地面裂开了，大家快离开这里。这不完了。手臂完好，大腿完好，哎，我还是挺强壮的嘛。大家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喂，你们还好吗？牙医、Bronya、希尔、大姨妈，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
了吧？这里好黑啊！啊，对了，可以用手机照明。手机，手机，哎，我的手机呢？哎，找到了，还好没坏。哎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